这次能够有这个机会在首都艺术中心参展，就非常的荣幸。那有幸能够跟大家来分享我的作品，想说利用这短短的几分钟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透过我们画面上的作品当中，我这次呈现出来的主题主要是以荷花为主。那这些花呢，在造型上都还是比较真实的造型。可是，在用色上，我这边用大胆的背景色跟主题色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区隔。那不管是同色系也好，或是类似色也好，我希望能够呈现出来是一个比较耳目一新的那种感觉。那原因就是我想要突破传统固有色的大家对于固有色的认识，比如说荷花呢，在我们经常当中就是白色嘛，再不然就是粉红色，但是我们这个画面上呈现出来的色系竟然是紫色，那甚至于是绿色。那不管是绿色也好，或是紫色系也好，就是希望大家说能够打破那种比较传统的想法，我是用一种比较主观的照镜式方式去呈现出这样一个特别的一个画风。那在技巧上呢，我都还是延续20多年前留白的技法。那在技法运用上，刘国春老师希望我在用笔上呢，能够突破传统墨的用法，而是用留白的技法呈现出一个主题的一个认识。比如说，在留白的肌壁也好，或是留白的叶片和荷花的那个花瓣也好，都是呈现出一个有点回到我们比较真实的，算是一个比较虚无的一种境界了哈。那在这种境界上呢，能够感受到大自然那种清新的那种气氛，不是，我都觉得说，我们现在这个世间已经过于纷扰不安了哈，能够经由这个雨水的洗涤，能够在心灵当中注入一点点活水，能够把过去尘世间的那种尘垢，或者是不好的、不舒服的那种想法、不舒服的那种感受呢，能够借由这画面上那个留白的技法，以及这个色彩的运用上呢，能够给我们一点点的，让我们步调能够慢一点点，能够再有不同的一种感受。那在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构图上这边是比较低一点点的。一般我们都会觉得说，画面上呢，要是没有地面上的那种空间的话，会让我们觉得有种喘息不过来那种感觉。可是这里呢，我们主要的还是以荷叶的那种长枝的形态去呈现出那种高耸的质感。那叶子没有这个茎的表现，茎的这样长度的表现，那呈现不出那种它摇曳的那种动态。那张也是一样，那是算是比较静止的。那画的名字呢？取名叫静如，取叫真如，就是有点取自于佛家对自己的内心能够有一个空间的一个对白，能够算是一个内心的一种对话，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呈现。